在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一，我会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沙通，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请大家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眼睛微张，上下眼皮轻轻的碰触，睫毛也轻轻的相触，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呀。中，或者眼皮轻松的闭起来，把我们双眼的存在都忘掉了。我们现在都没有用过眼来看任何画面，我们现在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来到我们今天，就来奉行法上师父所教导的禅修三句，也就是抛开一切，放下所有，静定无他。现在我们都没有去想任何人事物，或者跟过去、跟未来有关系的。我们现在抛开一切，放下所有连好的念头或者不好的念头，我们全部也把它放下来，放下所有。然后我们现在应该要做的就是把心静定下来，静定无他。因为现在是我们放下，是我们身心放松的时节，所以现在进来休息，真正的休息。从我们的肚子开始，我们现在舒舒服服的坐。现在我们与自己感觉轻松，
สบายแต่ทุกข์เจอหลายแต่ทุกข์เจอจั่วต่อแค่นี้ต่อไม่อยู่ควรชีไม่อยากอีกเต็มย่อฉันมันจั่วเดี๋ยวพวกเดียวจุดมันเชื่อใจเหยื่อสวยไม่อยู่ควรชีเธอย่อมองกันเฉยเธอยังจั่วเคยจั่วเต็มจริงพวกเราอีสวายอีหมาท่องเธอยังจั่วคืนผมเป็นตอนไม่หวังเสียงเธอกันเฉยหรอผมเชื่อใจตอนนี้หัวใจเป็นเรื่องนั้นเลยผีเจ้าเหลียงก็ชื่อแต่จริงจริงพอมันอยู่ในหัวนั้นหลายผีเจ้าพอมันจะเจอเท่าเส้นใจเส้นใจ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แต่เสียวเสียวเลยสบายเสียวเหมือนจริงจังแต่เธอสิ่งจำมองจริงใจจริงจวนแต่เสียห้องรู้กว่าว่ามันแก่เจ็บเส้นจีสบายสิ่งดีกันจะสบายชีวิตเจียนก็เป็นแห่งควายกันเจ็บจริงจวนให้เจียนต่ำจะเกิดจูชื่อเจ้าชื่อแต่ฟังฝ่าพวกมันอินกายจันทร์จูใช้เคลื่อนอยู่แต่เราเจอยังแต่จริงยิ่งเวทุเสียนช้องเขียวจนเซนทีใครเชื่อเมื่อมองมันชินใจจึงหลายเที่ยวจนเช่นทีสองนิ้วอีกนิ้วชี้เช่นเธอจีบังเธอโทรฟังส่งไม่ท้อมีกันแต่ฟังจริงส่งไม่จริงแต่จริงบ้างมีฟังจริงส่งเออเจอเฉยบางเลี่ยงเปลี่ยนแต่ลืมจริงเวทุฟังจริงส่งจริงโก้เปลี่ยนเธอจริงปังสองปีสองวันสองจันทร์เจอสองจีทองดอกไม้จริงฟังจริงส่งชมบูฟูบูเป็นบูเมียกันเจอฟังจริงส่งเดี๋ยวจีเชื่อวังแต่เป็นบูเป็นผู้ชื่อดังกันเฮาเตอร์ทิมจื้อไม่มีท่านเจออยู่ไม่มีท่านสมจึงจีเชื่อมีกันเจอคือมีกันเต้าสีสมชมฝนเป
而能维持久久，这都是刚刚好的停止。脚步的放松，连接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手指、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全身都放轻松，手怎么放，脚怎么摆，也都无所谓，没有关系，我们感到轻松，是吧？就好，小孩子有三个孩子藏在里面，有轻松生活，有简简单单，还有慢慢来的意思。所有接触的时候，我们感觉完全放轻松，感觉接触是一件很简单的活动。也是感觉慢慢来，不着急，好像我们正在坐着享受来自宁静的快乐，然后我们就来试着想一想，现在我们感觉好像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像一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里面都没有任何内脏，都是空心的。然后我们可以解释看看，在我们的体内，有两条直线，第一条由肚脐直传背后，另一条由右腰直传左腰，两条直线的十字交叉点那里。上来，两个手指的距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食指跟中指摆在肚脐上，两个手指的距离那一点，我们称它为身体的中央点。每两次注射，也就是我们永不注射，他发现
在身体的中央点在于，就是总道。所以，如果每一位因解脱烦恼，要跟随佛陀的脚步行行，我们就应该把心宁静止歇在这里。请诵说佛的名字。如果我们宁静止歇，直到切到好处，我们就会感觉在身体中央点这里，就是平衡的中把心放在这里，感觉很稳，很 smile。感觉好像我们的心已经回到家，让我们感觉疲倦劳累的时候，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们感觉轻松舒服，能够完全放轻松。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现在心已经回到家，回到自己的房间。那么现在，我们就来问他。在这里休息一下，能先把心一直宁静，跟在这里，努力把心放在这里，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自在。拜拜。那么今天在这圣诞节，各自练习一下。
请搜是否姐姐们一起来发次微信给一些众生？我们请发次微信给自己，继续的等我们的心。心之蓝，而蓝之心，慢慢的扩展，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然后再发出微信给周遭的人，给所有的人。给一些众生，我们就为一些众生发愿，那个众生真正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个众生真正快乐。我们也祝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宝一样。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身在佛化法身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念都不要去造。也祝我们久经善良，能遇见任何损友，远离一切恶人。祝我们色身强，情强，能力强，圆满，方便修功德不容易。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早日增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行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种辟支佛，每一种阿罗汉，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婆祖师，龙婆陀是我法身师父，长老奶奶等等恩师。我们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愿他们离苦得乐。然后接着就是大吉大智法门善的愿，悉尼布达巴那布达布吉达南吉南婆阿罗汉达南吉帝悉那那堪班达尼娑婆娑诃。สัพพะทานิพพานะสัพพะธัมมานิพพานะสัพพะสังฆานิพพานะ
sắc thân sở thi pháp hoàn tu tình chỉ đa chế để truy phá sự tự sinh hô xiên xứ sĩ công tân xa thu.声音很小吗？就这样，声音可以的，可以的吗？可以啊，也大家有没有听啊？还可以，还可以，表示那这样呢？声音这样够大吗？还是很小吗？Hello，喂，声音很小吗？够了哈，OK，OK，好，已经引导静坐完了才知道，不好意思，还是小声。你怎么会这样呢？等我听一下啊，麦克风，那我们先听啊，先听啊，不好意思，好，那我们来看昨天讲过的，就是频毗沙罗王。他是谁？大家还记得吗？频毗沙罗王，我之前呢曾经讲过，就是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然后他正出国，不过后来是被谁杀？被自己的儿子叫文家怎么样，就把他关在监狱里面。然后后来他就死，往生后去哪里？大家还记得吗？当然不记得，对不对？当夜叉，往生后当夜叉。为什么当夜叉？就是因为他习惯，其实可以往生到更好的境界，不过因为他在前世的时候啊，就很多生很多世，生为夜叉，所以呢。当这一生他往生后还是一样，就回到低层天界那里当夜叉当他在世的时候啊，他看到这个错地嘎富翁他很看到他的财物很多很多，看到他的宫殿就只是听说过而已还没有亲眼去看，就感觉那现在。我们要给他，去给他这个宝盖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呢，抽屉嘎就是一个富翁了。抽屉嘎是什么意思呢？抽屉嘎是光辉的意思大家，为什么是光辉的意思？就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我可以有讲过，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整个城市的武器还有人家的衣服都亮起来了，所以呢，他的父亲就取给他这个名字，就是抽屉嘎，是光辉的意思。那有关他的妻子，如果一般人的话，可能就会娶富翁另外一个富翁的女儿来当做自己的妻子，对吗？但是他呢很特别，他的妻子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是在哪里？北居泸州，大家还记得吗？也当然不记得，对不对？我们上课上太多了北居泸州是另外一州，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学习这个
宇宙学的时候啊，宇宙观的时候呢，中间有须弥山，有印象吗？哎，慢慢有印象了哈。然后四方有四个洲，对不对？哎，那它呢是在我们是在南丹部洲啊，是在南部。但是这个女生是从哪里来呢？北居泸州，哦，很特别哦。她来的时候呢，有拿什么东西？就是一碗米啊，一碗米，这个是什么？是瓷砖，不拿来做什么？这个这碗米很特别哦。当他要分享给人家，或者要自己煮，他都不会减少的。也就是说，当给了别人，他就满了。哦，这样好吗？哦，真好。然后呢，这个瓷砖有什么？虽然是看是圆圆的啊、哦，但是它是瓷砖的，它的用处是什么？大家可能猜不出来。用来煮东西的，煮饭煮菜。也就是说，这是锅子嘛。如果把米放在里面呢，然后把这个锅子放在这个瓷砖上，自动起火。然后呢，当这个饭煮熟了，这个火就自动熄灭，也就像我们现在的电锅一样啊！哦，真好真好啊！然后呢，它的供电呢，晚上的时候啊，如果是一般人，当时当然没有电灯，对不对？当时他们要点蜡烛啊，才会有这个亮亮的，但是丘吉尔富翁就不一样，他都不用点蜡烛，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摩尼珠，这个摩尼珠很特别，因为很亮，亮到可以看东西，就不要点蜡烛，很特别。那个时候啊。有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就是说，哦，丘吉尔富翁啊，他有很特别、很奇妙的宫殿，所以呢，他们就想来看，想来看，哎，到底他们的宫殿是怎么样啊？很多人来的时候也看到这个梅花，不是梅花。是樱花，樱花啊，是不是日本的樱花？是另外一种。那当他们来的时候啊，富翁呢也请他们的随从准备饭菜供给他们，然后呢也给他们一些布、一些珠宝拿回家。这么好的富翁啊！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宝藏啊，大家。谁想来拿多少就拿多少，拿了就不会减少，就一直满满的。哦，这个就是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物。哦，如果我们有这样子，就可以布施得很开心了。国王他听到这个消息，其实他自己也想来。看看，亲眼看，那这个宫殿到底是多么漂亮，多么伟大呢？但是，一直有平民来参观呢，他都没有机会来。直到有一天，他就看了，不行，不行了，我一定要去看。所以，他一大早的时候啊，就趁着人家还没有来，他就先来了啊。然后呢，当他来的时候呢，进来了就看到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看到他就知道哦，国王来了，所以呢，他就把手伸出来，希望国王抓他的手，因为他要带路，但是国王不敢抓他的手，因为他想说。因为呢，我长得很美，
美丽，应该是富翁的妻子啊。他就没有抓锁，然后，所以这个女生呢就带他到另外一个拱门，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女生也把手伸出来。咦，为什么这个女生比刚才那个女生还要漂亮啊？还是这个才是他的妻子？所以呢，他也不敢抓她的手。实际上，大家，这两个女生呢，是富翁的佣人呢、啊。佣人呢、啊，佣人还是长得很美丽啊。但是国王呢，以为是妻子。那这个小朋友是谁呢？是阿蛇是太子，大家还记得吗？阿蛇是太子，就是他的儿子啊。就是后来，命令人关他的那个儿子啊。哦，那如果这两个看到里面宫殿有多少财物，他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想抢走所有的财物啊？有没有可能？不知道啊，因为时间到了，明天呢？明天要抱歉大姐，因为龙屁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啊，不是龙屁自己安排时间呢，是其他法师他安排时间，然后那请龙屁一定要参加啊，所以呢，龙屁需要参加那个会议是同一个时间，不过明天龙屁有请贵宾，来待客，就是龙屁米，大家认识龙屁米吗？屁明天请龙屁米来待客一次，然后呢，后天又是星期三，就是我们桃园那里的，因为台北中心这边有六位龙屁已经剪完了嘛，那每位都轮流开示，然后呢，那接下来就是桃园中心那里的龙屁来开示，是星期三呢，所以我们星期四见，就再继续听这个故事啊。今晚龙屁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星期四见。